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纳豆、王少伟等人主持的台视外景实境竞赛节目综艺《三国志》，本周将推出加减金挑战赛，开放12位主持人自己争取机会，只要赢得游戏，便可加薪 5%， 再外加36,000元奖金，但若是闯关失败，则必须被扣薪 2%。录影才进行第一关，所有人便通通减薪 2%， 一想到若是连续五关失败，损失可会不小，顿时让现场一片愁云惨雾，更有人质疑是假加薪之名含扣薪之实。最惨的莫过于节目中财神纳豆，开播以来买道具卡已花了180,000，但加薪幅度仅为1%，相较于其他人陆续调整10%至30%不等，差距相当悬殊，让他率先发难，这根本不符合比例原则吗？不然帮你们拉赞助好了。王少伟也建议制作单位，到底想减轻多少直接讲，我们好好坐下来谈个数字，后面都不要录了。大伙狂赞好主意。节目于明31/3晚8点台视播出，纳豆等人主持的综艺《三国志》本周推出加减金挑战赛，台视提供纳豆、王少伟等人主持的综艺《三国志》本周推出加减金挑战赛，台视提供。